管子坏了，你看着帮我修一下吧。太好了，又能见到他。这么快吗？真是风一般的男子。的了，我的妈妈给我下了最后的痛点，像我这个礼拜之内必须找着男朋友。我就觉着吧，这世界上干啥事儿都挺简单的，就这个找对象太难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哭了。你说阿姨说你说的也对，你说你一天天的也没个正形的，就知道那个看韩剧追明星，人家韩国欧巴能看着你啊？你有那时间，你好好找个对象多好，别让叔叔阿姨替你担心。姐，那你比我还大3岁呢，你找着男朋友了吗？我现在说你的问题呢啊！再说了，姐现在心里。已经有了那个他了，他每天穿着一身帅气的黑西装，帅气黑西装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呀，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。啊、你咋又哭了呢？这是？你都有人了，我那个人在哪呢？哎，你别哭，那个什么，哎，对了。前一阵子有一个恋爱专家就说跟我有缘，非要送我一件法宝。来，你看，姻缘绳，据说这个东西特别灵验，带上它不出一个星期指定能找着对象。姐看你着急，来，姐先给你戴上。这么贵重的，那我不能收。你跟我客气啥呀？来，姐给你戴上。姐给你戴。半年了，不好使。哎，那行，那什么，这样，你别哭了啊！这样，你要想找个什么样的，你跟姐说，姐帮你介绍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我还整啥要求啊？就男的、活的就行。你要求这么随便吗？随便咋整呢？那有个人都不做了。那你要真是想这么随便的找一个的话，我这儿还真有一个挺随便的人选。哎，你想不想见见？不是，那姐多不好意思呀。反正见见也行。那我给他打电话了啊，我叫他来啊。这姐太着急了，不行，不好意思。王小倩啊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啊。废话呢，好事儿。过来聊聊你的终身大事儿，快点儿，离得特别近，马上就到。哎呀，你看姐穿这个睡衣也不太合适，我先进去换身衣服啊。给你俩留点私人空间。哎呦，姐真不好意思。哎，真是我亲姐，还给我找男朋友，这男的啥样呢？好期待呀！你好，我是来看。你好。哎呦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有点失态了。请问你是？那个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温柔，人如其名，特别的温柔。啊，我是这儿的物业经理，我叫田笨笨。田笨笨啊，这名起的还挺聪明。请问你是小米粒儿的闺蜜，我们两个关系非常的好。哦，对，刚才她给我打电话说，我知道，当我面打的。来，你坐下。不是，不是，她特别着急。我比她还急呢。哦、那个，笨笨，你看你是喝水呀、还是喝饮料啊？随便。
耶，对上了。那啥呢，你是吃苹果呀还是吃橘子呀？随便。那你是看电视啊还是看电影啊？随便。听见了。哎，那个李温柔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。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舞蹈的爱好者。啊，世家世家。小米粒说的水管坏了，我得去看一下啊。那个你刚才舞蹈跳挺好，你再自己。我去看一下啊。整激动了还给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会修水管。这样多才多艺的男人，我只能送他两个字儿：完美。那个小米粒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和我研究终身大事，为此我精心地打扮了一番。那个，但这事儿吧，来得太突然了，我就觉得不靠谱。还好前两天吧，我遇上了一个恋爱高手，送了我一把爱情之剑。当当当当，为了我能够得到稳稳的幸福，看你的了。哎，你谁呀？你谁呀？你上来就给我一下子。对不起，我扎错了，你把剑还我。片儿还你啊，到本姑娘手里的东西那就跑不了了，知道不？完了，爱情之剑应验了。这个冒昧的问一句，你爱不爱我？你脏点点，说好的像野猪精似的，我能看着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赶紧说你是谁，你不说你这属于私闯民宅，我可报警抓你了。别报。我说那个刚才吧，那个小米粒给我打电话让我来跟他研究，就是那个婚姻大事儿。婚姻大事儿啊？对，黑色西装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我小米姐说的心里的那个他吗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哦，他说我是他心里边的那个他。可不是吗？你好他哥。你好你好。那个你妈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你爸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你家都挺好的。你谁呀？站起来。你破马张飞的盘问我半天了，你是谁？说不说我报警了。别报警别报警。那个我是小米姐她的闺蜜。啊，闺蜜啊。啥是闺蜜啊？就是 best friend。 掰哪儿了？怎么说呢，就是小米姐呀，在开心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找我分享，难过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找我分担，就连她未来找对象啊也得先过我这关。我懂了，好朋友。才明白，这智商花老钱。这小米粒家水管也没坏呀。哎，田笨笨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他家水管坏了，我来看一眼。哥，过来，你认识他呀？岂止是认识，简直就是认识。太好了，哥，他呀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。啥？他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。小米把他介绍给你了？那他是想开了。太好了。哥啊，我吧一眼就看上他了啊。那啥，既然你俩认识，帮我多说点好话吧。包在我身上，一会儿小米出来你我替我说说好话，咱俩互相帮助。哥，你都是我小米姐心里的那个他了，那肯定没问题呀，是不他哥？他哥啊，这名我喜欢。放心吧，看我的。那个田笨笨，抱歉啊，一会儿你看着小米粒让他给我签个字啊。以后别叫我王小倩，请叫我他。谁哥？我哥。啊，我说的嘛，别说啊，你俩长得还真挺像。谁跟他长得像？
不相帮，是挺像。这是我亲妹妹，她叫李温柔。对，李莫愁。李莫愁这个人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李温柔。啊，对，李温柔，人如其名，这名起的多坚强。那个，此时此景，我特别想为她做首诗。那个啊，北国春风迎面来，万里桃花朵朵开，谁若娶了李温柔，今年还来得及生小猴。你太有才了。笨笨，你来了。我自学成才。天明亮，你家水管没坏啊，一会儿你别忘给我签个字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要走也不是你走啊。那什么，我给他俩介绍对象的。不是，王小倩不是他哥吗？哪有刚见面就以夫妻相称？哦，哎，别说啊，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夫妻相。哎，我看王小倩挺喜欢的，刚才还做首诗呢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王小倩那人咋样？王小倩这个人，他能怎么样？互相帮助，非常没毛病。那个优点还挺多呢，你看，比如说是热情，热情，热情。你看行不行？行，太行了。那什么，那既然聊得挺好，那接下来就俩人看个电影啥的。对，哎，小米粒，过来。俩人事你别老跟他瞎掺和。哎，王小倩，不用不好意思啊，那两个人在一起不就得吃吃饭看看电影吗？将来要是真好了，那再旅游这不挺浪漫吗？对，我就喜欢旅游。我也喜欢旅游。我也喜欢足球。挺尴尬的是吧？那个，一般我自己制造的尴尬呢，我都自己解决，因为我吧生下来就挺尴尬的。那个，你看啊，既然咱这么有缘，四个人两对哈，我提议做个游戏，我敢保证啊，这游戏特别新颖，在市面上就没人玩过。叫真心话大冒险，是没玩过？是没玩过？啊，没玩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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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圈，来，快坐这一圈，站点。那个，第一把算我出了啊。问王小倩喜欢的人在哪儿？答，就在这个小区。够了。问小米粒喜欢的人在哪里？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喜欢点赞。问李温柔喜欢的人在哪里？答，就在我的身边。哎，到你了啊。那个王小倩，我也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啊，我觉得这种机会还得让给你，勇敢一些。好，那么下面游戏升级，自动升级啊，下面是大冒险环节。来，在这儿啊，在这儿啊。我数仨数，请二位女士勇敢地站在自己喜欢人的身边。三二，那个，不是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那个，一，小米粒，你是不是站错地方了？过来，哎，王小倩，你玩的什么游戏啊？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，整的都挺尴尬的。哎呀，笨笨，你包着在这儿呢，你等等我啊！哎，这哎，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